好，眼皮、眼珠都好了以后，我们这里就先把它焊起来。眼睛的骨头，关掉。好，眼睛、眼皮我们都先隐藏起来。我们再来就是做一些小的一些修正，有小的修调整的一些部分。嗯，嘴巴我们那时候建了骨头啊，也还没调动作嘛，还没调权重，还有我们的眉毛，眉毛也是，我们就一并来帮他做调整。是不是第一动，这也叫做 bro 好，这根骨头一，删掉 G。Alt G，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把布线开起来，一样把圈，把我们的控制细分先关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对得比较精准。好，眉毛，Put Animal，我们把移动到我们要的位置。一样，我还是习惯我把它往后摆，正面，G，好，我们 F2 眉毛左边眉毛，好，我们这个部分眉毛因为是 stretch 跟着我们的 stretch bone，所以我们一样 parent 给我们的 stretch bone，那么先 clear parent 的。确认给他，好，这样我们按 Alt 右键 Symmetry，这样左眉也有了。好，我们现在将我们的眼睛眉毛的权重也给他们。眉毛这里新增 Brow Left Assign。再新增个 W Brow R，后面选起来。好，这里我们还没办法选起来嘛？我们这里 assign 之后，我们先看一下控制器 Post Mode G，这里可以控制它的位移了。但左边眉毛不行嘛？对，我们基本打开。对，因为左边眉毛，因为你看我们是近色之后才 armature，当我们如果近色在之前呢，post mode G，它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近色之后我们才能做 armature，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apply 压掉，因为我们分别每一边的权重是给的要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assign 给它，当 assign 这个右眉，我这里修正一下，我们把全选 remove。它这里会告诉我们说它给被谁影响到，像我这条左眉、右眉，我就把它 remove 掉。左眉这里也是 stretch bone，stretch 把它 remove 掉。然后像我们的外围，眼睛外围，我还是给它稍微一点点权重，让它有多一点缓冲。0.5 assign。没 assign 好，像我们在 post mode 的时候，去可以让它有多一点缓冲空间，可以做动态。好，眉毛这里那骨架就是这样。好，嘴巴一样，我们 cheek 也是一样，把权重啊给上去。post mode animal。Cheek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权重 repaint， 好 check 已经给了，好，这样是我们身上一些小的部分的骨架也绑好了。